这两个你看，小的洗澡，阿姨给他，给他说按摩。无聊，我要吃了。是不是？这两个爱得不得了。我现在也是容易按到那些，按了，你吃了不然，我早起来吃的话，我早就把娃儿给你整醒了就。等到谁暖心？妈妈，宝宝。等到谁暖心？不，他是，他洗澡之后你要帮他整醒，你要提前给他洗，不要那些，醒了那些，他不能就活。长得和那样乖，那些人呢都闹得很，还不是很好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刚上来嘛，啊，舒服。我好害怕的。甩手呀！昨天那个阿姨都是这样子给我做运动。脊背要，困了是吧？嗯，我们老人家要。啊？老人家说要困了，免得他以后手多得很。把你那个都困了呀？我这个老儿就是没滚手多得很，我老大就滚了的。所以哎呦，弄了鼻子喽。毛不得，你像个公鸡一般叫。宝贝，哎呀，那个。跟他就是，等他多趴着喽，慢慢的多抬着头喽，一般叫弄到那了。这个熟手就是不一样。我们的话弄得软绵绵的，这些。天宝宝，抬头，用力。俺那困了，这是胳膊也细啊。对呀、啊，摇滚也不困。哎呀，宝宝，怎么了呀，宝宝？我们老人不会说困的，他还不是十遍呢。他来了就说困了，好点。妈妈，刚刚小宝宝都是头都是在这里，他一蹲他就来这里。哦，宝宝，你怎么了，宝宝，你要开心的吃饭饭哟，要吃好吃的，还有吗？哎呀，你拿着我的手手来。哦，宝宝。好，妹妹，马上就好了，给你穿尿不湿的。不要搞他的头。哎呀，福宝喂，小福宝。看，我叫罗昌，叫罗昌，小福宝喂，小福宝。叫罗昌，小福宝。你看你好兴奋哦，两个姐姐。早餐吗？还不要拿他的身体乳来刷。哎呀，你抱了个汗水都汗出来了没？那拽下来，下来啥会痛呢？我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你都跟小男生差不多的嘛。你二十多就小男生。哎呀，看镜头了，你看妹妹还会拍视频啦。哎呀，你看妹妹还会拍视频啦。帮着给。缩进来是不是？嗯。妈，只看没有缩进来。紧了不？不要绑紧很了。好了。妈，那边呢？给它缩上去。嗯，这边的还是有点紧，我要绑松点。那看，小宝宝不会缩短嘞，那怎么想？你没看到吗？他到时候自己就东拿西拿，东拿西拿。看到什么就，来吧，妈妈那里去。他不会走路的时候。你不帮妹妹，来，我给你放好，你把姿势拿好，来，我给你放手里，这个手太紧子，这个手太紧，抬紧子来，轻，抬到脑壳，妹妹咬他呢，哎呀，妹妹还扯他的头发，你娃儿看我慌张了，姐，看过的。生产的，好久了。抱给妈妈。医院的时候少不难关的。啊？少不难关的，生产的。还抽了。你好久出来呀？出了第十天了。出院第十天了。你这样子抱着不行，你要这样抬着他的头。我也要。
对，一只手抬头，一只手抬屁屁。从脸部来说，还是有点偏黄好。来，过来，宝贝。妈妈，他说从脸部看有点偏黄。哎呀。快吃猫猫，猫猫哪里去？那边吃，先来先。抱抱。小宝宝的姐姐。三嘞，小三，三，你起来啦！嗯，你在看着妈妈。哎呦呦呦，你看到一盯到姐姐说。你要赶紧跟他吃了，饿了，你说妈妈。哎呀，来姐姐。你画的这里都是。看到。你抱不到。要抱，要抱，要抱。头发是干的吗，宝宝？差不多干了。他的头发很柔软，妈妈。等到干了的头发。妈妈搞抱，我说你们不要催你妈妈，你快跟她吃饿了，宝宝要吃。给我抱抱抱，帮忙抱。放下去，放在床上去。不能这样子的，你不抱我都要喂奶了。哎呀，他看着姐姐。你看。他说你怎么抱着我呀？你是新娃儿嘞。他刷一下你。新娃儿的衣服，媳妇是分开了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开不开心啊，珊？开心，开心。他喜欢粉色吗？他说的。妈妈，如果抓这个的时候，他不会抓粉色的东西。我只看到香蕉，没看到肥蕉呀。别的就是粉色，知道吧？我是开心。不是的。妈妈，他的脚丫子怎么了？我要喝奶奶。妈妈，他的小脚丫盖过张泥碗。妈妈要喝奶奶。喝奶奶。这么小的小脚奶奶。你看他怎么抓紧了呀？他说得刷一下洗，你看这好小啊！哎呦我的天，这么小个小脚丫宝宝。妈妈要喝奶奶。这两个小脚抢着泡，抱这个小东西，抱我的三三。哎呀，维尼，妈妈，你好幸福啊！奶奶奶有两个姐姐疼爱你哦。嗯，粉上掉了还忙得很，老三还要好多岁才能掉啊。跳啊！他不会跳，妈妈。他怎么不跳？客户请下车。